你们台湾没抖音，那个叫什么？你们那视频叫什么 ？YouTube。啊 ，YouTube， 前天那个视频。张梦林也是走着拍的，一样的。你们年轻人到哪里拍哪里。我带我姐姐拿去，我放口袋。好。对，哇，你看那个龙虾好大一条。帅，特别帅，哇哦！这个要放哪才不会爆在自己身上？不会爆啊，那不会爆，一点点嘿。这里以前是渔村呢、啊。是要带还是要？不要带啊！快点帮我。为了给他老婆买 iPhone 15。海龙号。嗯，现在退潮了，所以他们都有点搁浅。只想得到这个字。所以今天绝对不能喝醉。路